书法字帖、黑瓦帖嘅金句，摸黑睇电视，小心大近视，大家要记住啊！节目，嗯。阿十先生，你冇咩音嘛？我冇，梗系咩事都冇啦。如果要我认真咁做，就算要我数榻榻米有几多个窿呢样嘢都冇问题嘅。真系好犀利啊！乜条友咁揩嘅？冇错，123,600，123,601，123,602。阿十先生，咩事啊？我啱啱数到123,602个窿啊！123,603，佢思觉咗啦，清醒都仲有位嘅。123,605个窿。大小姐佢会唔要我呢种人都好正常啊，系啦，可以喺啲咁豪华嘅大屋度做嘢，根本就系好似发梦咁样啦，系啦，而家只不过系醒翻，其实都唔值得伤心噶。你又痛啊！啊，对唔住啊，因为我见阿十先生你冇咩精神，所以想帮你打气咁啫。好对不住啊，我自不自为做啲咁嘅嘢，不过我真系唔知道可以点做啊。你唔好咁笑我啦。唔系啊，多得你我已经冇事啦。我而家已经精神翻晒啦。系啦，我喺呢度都一样要努力。咁而家我就要将呢间屋啲榻榻米嘅窿冚唪数晒佢。哇，真的好犀利啊！叫郭依循帮佢换脑啦，叫佢快啲领便当算罢啦。旋风管家是本作的台湾译名，疾风守护者是新加坡的译法。爆笑管家工作日志是香港的出版社帮呢套漫画所改的一个名。爆笑管家是经过有关方面的议决，认为是最简单易记的动画版出街嗰阵时的正式译名。喂，点解同正片都唔拉更嘅？仲有讲开译名，其实网上面就有个负债管家后宫。我会天天献生意，每日翻工献改变，上课同再多都要兼做，快赚更多，吃尽艰苦重工作，却与自己然后多当一个，在这远离全力歌。数数睡房，拿地躺，然后打点照做，能力过人但发多，决意要创下成光，锻炼身手就痛快摸，投进工作又承担更多，就和我高低一起跨过，随便痛再和同样我先去当，最佳不过暗力见出美丽我，摇动开拓史，真系啊！阿十又唔系猪仔，你点可以将佢卖咗去伊情道噶？你而家怨我都冇用噶啦，咁我唔卖都卖咗咯。唔通你想啲重要嘅嘢逐件逐件咁，好似长门咁消失咩？唉，好烦啊！仲有点解玛利亚你会无啦啦喺度噶？咁系因为班 S P 话我知。作死啊！你哋唔系企喺我呢边嘅咩？哈哈，仲使讲嘅，我哋当日企喺大小姐你嗰一边啦。吓，乜系咁啊？啊，原来系咁，你哋系企喺阿优嗰边嘅。你哋呢班叛徒，净系靠傲娇性格同把靓声系冇人服你嘅。玛利亚小姐真系犀利啊，咁容易就将嗰班大只佬同啲大头虾女仆比啊，梗系噶啦。你话边个大头虾女仆啊？讲多次啊！不过讲起上嚟，好彩阿十佢冇喊啫。啊？你想想你用1,500,000,000将他卖了给其他人，这样做跟阿十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分别，你说是不是啊？虽然他不出声，不过可能只是好好表演坚强角色而已。虽然他成日笑，都可能只是即使失恋不能痛哭而已。
而且仲要日日俾你呢个残鸡妹呼呼喝喝，想唔喊都唔得啦。唔通啊？咁就真系对阿霎做咗啲好过分嘅事？人类啊，先知先觉同后知后觉两种，你嗰种叫无脑。其实我，阿优，你无啦啦喊乜嘢？乱讲，边有喊啊？我咁样做，阿霎佢而家一定憎死我啦！大小姐，你唔使担心噶，我哋四人一定会有计帮你查掂佢。你话我咪玩啦，我而家仲为依晴嘅事烦紧啊！冇问题啊，我相信少爷爱嘅力量一定会感动到依晴小姐噶。唔系咁咩啊？咪做人哋唔好佢啦。系啊，大小姐，你个靓妹家仔咪嬲打，算数啦，我会谂办法噶啦，等我好消息啦。少爷，哼。不过我哋要点讲先叫得喐佢翻去啊？呢层二嘅借火啦，我谂阿霎一定觉得阿优好憎自己，先会卖咗佢，就话佢知阿优而家喊咁口，好想佢翻去。但系依情佢，根据我直觉，佢应该唔会真系中意阿霎嘅。放心啦，总之交俾佢两个，一定冇问题嘅。不过咁对佢，而家佢一定仲系好嬲我噶啦。系咁嘅，不如去测试下佢啦。边位啊？你讲出嚟做咩啊？我都话咗去帮你测试下你哋嘅爱乐。系啦，大小姐啊，乜你识得呢个人嘅咩？识嘅，我啲咁嘅亲戚真系前世。我唔单止系亲戚咁简单，我就系三千远家遗亲嘅后补继承人基伯特啊！乜原来你同呢个人真系亲戚嚟噶？有得俾我拣嘅话，我都想唔系啊。系咁，你所讲嘅测试究竟系咩啊？如果你同嗰个管家之间即系有爱呢样嘢嘅话。就算要去 call 小富富魔女都制，就例如系话，如果 Me 将 U 绑架咗嘅话，唔知佢系咪会第一时间飞上嚟 U 身边救翻 U 嘅咧？可啊！你嘅意思系扮俾人标心？你睇端情睇上脑啦，好心你就收到啦。点解呀？阿霎佢一定唔会嚟噶，唔系，亦都有可能会嚟，不过佢只系同情我之女咁解咯。咪系咩？乜 U 原来系咁生人唔生胆嘅？真系估唔到呢啲咁冇胆嘅靓妹都可以做三千远家嘅遗产继承人。咁啊，真系事关我变世界咯！咁好啊，我得啦。扮绑架又好，咩都好，做咩做啦？横掂到最后赢嘅一定系我。系咁就杀你啊！就喺同一时间喺卢子公家度。阿霎啊，乜你觉得而家咁好咩？系好定系唔好？根本一开始就唔到我话事啦。阿优佢只系唔用脑乱噏廿四，你唔使对佢讲嘅嘢咁认真噶。虽然讲系咁讲，睇嚟佢仲抬过我。咁讲法唔通阿霎你已经唔想再翻嚟啦？乜你对阿优、对三千远家一啲值得留恋嘅回忆都冇咩？一啲值得留恋嘅回忆。哦，真系估唔到东京 Underground 会系咁犀利噶。不过点解要特登走到嚟呢一度啊？要考验你哋嘅 ，sorry， 咁啊，梗系要 set up 个难度啦。你嗰个考验又系阿霎大战机械人啊 ？Yes， 唔理你嗰个估计几好打，都冇可能打得赢呢部最后大魔王嘅。喂，等阵先啊！如果唔小心整伤阿霎，咁点算啊？咁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呢部嘢嘅研发者仲聪明过基努瑞多噶，佢嘅作品对人好温柔、好亲切嘅。喂，小八，呢块系咩零件嚟噶？啊，呢个呢一块咪就系寻日木村小姐你帮朋友整咗部巨大机械人嘅晶片嚟噶啦。吓、啊，原来我整咗部巨大机械人。咁、啊、我又整过咩？好似冇咩印象喎、啊。木村小姐真系好劲啦！喺咁嘅状态下都可以整到啲咁犀利嘅嘢出嚟。乜系呀？其实都冇咩大不了啫，只系用翻七号个外形，然后再安装个 OS 8.1 落去啫嘛。啊！嗰个咪真系我捕捉得最犀利嗰只嘅 version 嚟嘅，系咁捕嘢咪会好危险咯。哎呀，你唔使咁腾鸡，就系因为咁我先会整呢块晶片啫嘛。你都冇装落去。唉，真系好无聊啊！会唔会有啲咩好事发生啦？系八爪鱼丸喎，呢盒嘢真系闻天闻地攞唔到。
唔知阿萨会唔会嚟啦？就算阿萨真系嚟咗，佢都已经……唉，依晴小姐呢度真系舒服啊！依晴小姐又温柔又成熟，同嗰个百厌嘅靓妹完全唔同，俾佢埋甩咗真系好彩啊！喂喂喂，你去咗火星啦？冇再嚟啦！系阿萨佢竟然想建立后宫先会咁噶？你话边个建立后宫啊？少爷，点解你都会喺呢度噶？你问点解？咁当然就系为咗监视哥哥啦。咩话？乜个姬伯达系少爷你嘅哥哥嚟噶？其实我都有近排先知噶咋，好似系我老豆喺出边嘅私生子嚟噶。我哋两个人好似咧，难为你仲觉得开心。讲起上嚟，点解要搞啲咁嘅嘢咧？咁系因为阿萨同依晴佢哋对唔住啦。啊？唔单止系依晴佢噶，连你都系啊，成日同阿萨玩。咁我哋又的确系成日玩栋笃笑嘅。我话我哋成日玩栋笃笑啊！阿优你真系坏啦，只系得十三岁啫，就已经将我玩住谂得咁深入，真系睇唔出喎。乜嘢啊？唔系咁样噶，我咪就系讲紧栋笃笑咯，边有谂啲乜嘢喎？放心啦，我明嘅，你真系早熟嘅啫。不过你今次真的有啲过分喎，明明那个欠债管家都冇做错啲乜嘢，就俾你当人头咁卖出去第二度啦。佢绝对唔会嚟，我知道阿萨佢一定唔会嚟呢度救我啦。大小姐，误会就同受伤一样，学你都勤话斋，受过伤先知道要坚强噶嘛。所以你哋系绝对唔可以惊咗误会噶，坚强咁信任你哋嘅爱啦。点解噶？阿哥，我惊人自己。杀啊！我要搞掂嗰个王法妈啲妹，同埋嗰个冇用嘅管家，因为佢哋搞到我嘅人生仲残过自护残党。佢咁讲，我哋点算好啊？我而家冇心情听嗰个咁样衰嘅男人喺度嘈喎。又系嘅，系咁，我哋翻去先咯。吓，只要走之前同里面嘅哥哥打声，以为得咁就得噶啦。要之前我抌低我 my sister。呢支嘢系以阿优大小姐作为目标噶，所以你哋根本就冇可能咁容易送到人噶。讲得冇错，我系点都唔会原谅嗰个死人王法马边妹嘅。去咗边啊？嗰个豆唔通快板仲系 S 七五四咩？换 U 啦。不过好彩今次冇搞大件事咋，真系太好啦。少爷应该好担心我噶啦，我打个电话俾佢报平安先。咁都好嘅。犀利点啊？系啦，你系咪想话阿优佢又是俾人绑架？吓、啊，其实又唔算系绑架噶。我哋要杀咗个叫三千远一嘅靓妹，佢咪俾人追杀紧啦？其实唔系咁噶，你话唔止绑架，最后仲会演变成密室杀人事件啊？冇事噶，佢都仲未俾人杀死。系咁，即系阿优好快就会俾人杀死咯。喂，西西啊，系啦，阿锦，啱啱个电话。我都唔系好清楚，好似系沙希大懵累到阿优俾人哋绑架，对方就好似想撕票。啊！点会咁噶？阿优，阿萨啊！阿萨咧？冇办法啦，唯有再打多次电话去啦。我谂头先讲啲唔讲啲，佢哋实误会晒啦。喂喂，系咪咁啊？条靓妹一定仲喺呢度嘅，系咁知道我杀晒呢度啲人，咁咪 OK 咯。总之唔使太慌张，及时救援啦。喂，哎呀，弊啦，佢哋好唔掂啊！吓，佢哋冇事噶，因为阿萨先生已经去咗救阿优啦。大小姐，你哋点啊？你自己想袭击我哋啊？你话咩话？竟然咁狗姜喐我哋阿优大小姐，就算你系三千远家嘅亲戚都冇情讲啊！收声啊！你以为戴硬超就够霸气啦咩？要喂嘅唔该戴翻个头盔先啦。哼！竟然敢睇小三千远家嘅 SP， 你真系买棺材唔知钉啊！咩话？睇嘢啦，你简直系识斗噏嘅废铁！呢啲就系三千远家 SP 嘅 quality 啦。今次仲揾你唔到啊！好，已经圆满解决咗啦。你咁就叫做圆满解决咗噶啦？咪就系咯，你咁做实在太过分啦！终于都追到你啦，靓妹。唔好啊！追到又点啊？你想做啲乜嘢啊？我想做乜嘢？肚
头先你做咩面红啊？仲有你只手咁样，即系算点啊？死变态佬！快啲俾开！少爷，真系啊，成日都要我担心你嘅。点解你会喺度噶？哦，因为呢度系依晴屋企下面啊嘛。喂，做乜嘢啊？做咩啊？一直以为佢仲系个细路，原来唔经唔觉佢已经长大成人啦。做咗大人之后，咁咪会睇嗰啲嘢咯？唔可以啊！少爷，你仲未可以睇嗰啲功口片噶？啊！我先唔会睇嗰啲嘢。嘿，要我留喺度等钉盖咩？你都同我攞钉盖。你呢部咁嘅废柴机械人，仲废过动堆废物啊！你条靓妹啊！真系啊，个电商仲衰过啲山块堆凸模型。你唔系谂住咁就可以勾到人啊嘛？因为咁你先唔受欢迎啫。系咁就等我三千远忧亲自做你个对手，同你打过啦！八大门大眼，咁样你又睇大小姐危险啊！阿霎早过我嚟噶，用秒速五厘米都应该过到嚟立法啊！系 啊，我一早都话咗阿霎唔会嚟噶啦。系啊，大小姐，一定唔会嚟，佢真系好憎我啦！哎呀，我快啲走啊！阿霎，阿霎，哦，你揾我系咪有事啊，大小姐？阿霎，点解你会？你问我点解？咪就系因为大小姐你叫我啦。我化咗灰都唔会唔记得你两个害到我。你有冇受伤？又或者整亲边度啊，大小姐？冇啊，我冇咩事啊。乜系啊？系咁就好啦。你唔使同我急，想绑架大小姐，仲想杀咗佢呢条数，我实会揾你埋单噶。睇嚟阿霎仲兴过辣鸡咁啊。但系平时唔发嬲嘅人，一旦发嬲就会。好恐怖啊！嘿、hey、boy， 你千祈唔好唔记得面啊！面啊，仲喺呢部机械人入边噶。原来系咁，捉咗大小姐，仲想话杀咗佢嘅幕后凶手，原来就系你。其实成件事都系个误会嚟嘅啫，面只系同大小姐佢哋合作啫嘛。你话你同佢哋合作，唔通你想话呢个咁白痴无聊嘅绑架计划系你同沙希小姐佢哋一起谂出嚟嘅？是不是这样啊，沙希小姐？不是啊，其实只是基伯特哥哥他想抢三千元的遗产。你听到了 My sister， 我不到到头来都只是银子才最信得过的。是这样，我唯有满足那个条件之后接手三千元的财产啊。等我送你们归西啦。我不会被你乱来的。我以后都不会再被大小姐有什么危险。阿霎，你告诉其他后补继承人听。如果想要三千远家的财产，咁首先就要过咗佢嘅管家凌奇煞呢一关先啊！蠢材，你知唔知你咁样讲之后会惹几多麻烦翻嚟啊？我梗系知啦，而且咁样咪即系等于接受嗰只死老嘢嘅条件咯。仲有啊，帝爷爷可能会更加憎你，玩烂手早赶埋你走添啊！冇所谓啊，就算大小姐真系会憎我，但系我要保护大小姐呢份心意。是怎样都不会改变。这套不是爱情喜剧啊，就算你几叻都好啦，被你变埋身合埋体都赢到呢部机械人的。等我同你炮制鲜血的结果啦，凌奇煞。阿霎危险啊！唔使担心，我唔会有事的。我一早预咗会咁，所以已经做好晒准备噶啦。咩话？你唔知坐喺度露鞋都要扮瞓嘅咩？哇！冇问题嘅，我同疾魔一样，一早已经用到熟晒。你点识噶？我系唔会理啲咩法例嘅，只要系为咗保护大小姐嘅呢啲咁湿碎嘅事，我系唔会理嘅。点啊？仲想唔想玩？就算你杀咗一个基伯特，仲有千千万万个基伯特噶。你以为自己好型啊？差人金鬼！投降啊，大佬！
End of Eternity， 收埋支枪先。阿叔，有咩事啊，大小姐？做个圣母交流嘅少女同埋管家。唔好啊，其实无端端吵咗你系我唔啱，好对唔住啊，不如我哋一齐翻屋企啊。本来阿优嘅对白系咁嘅。讲起上嚟，头先我口快快改咗继承遗产嘅条件。如果我继续留在大小姐身边，话唔定仲会更加危险添啊！但系我直到呢个 moment 为止，都仲系依晴小姐嘅管家嚟噶。其实，不过我头先劈低晒手头上嘅嘢走咗去，已经够晒你又啄得噶啦。如果系咁嘅，我又要孭翻1,500,000嘅债，过翻啲流落街头嘅生活。唔知到时又会唔会有个可爱嘅女仔肯帮我搵份工同帮我还债呢？咁，唔知你肯唔肯做我嘅管家呢？系，大小姐。咁样好嘛，依晴小姐。真人当货物咁买卖，本来就唔系好啱噶啦。而且他们两个看了都几夹吧，是不是？你首 I Am 真系成熟啊！其实呢一首歌系我嘅灵魂嘅呐喊啊，而且佢仲表达紧少女嘅爱恨情仇添啊！少女 feel 就冇啦，大叔 feel 就有。阿优啊，你仲咁细个，又点知呢首歌嘅精髓系乜啫？呢啲啊，知唔知都冇所谓啦。下集特别篇要买定花生啦，拜拜。